大家好，这里是群星会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提到台湾最厉害的资深主持人，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沈春华。她在电视圈打滚了30年，还是中视连续22年的当家女主播，主持过儿童节目、益智节目，还有最受欢迎谈话性节目《沈春华 Live Show》，拿过13座电视金钟奖。已经迈入60岁的她，在工作上、家庭中和另一半的相处，心境上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她曾毅然放弃年薪高达800万的主持节目，转战到网络主持中。沈春华和老公胡振康结婚20多年，两人感情融洽，甜蜜如昔。5年前，为了庆祝银婚25周年，她还重新披上美美婚纱，到普吉岛庆祝纪念日，重温25年前新婚时的幸福回忆。针对魁伟25年重拍婚纱照，他在社交账号上回顾这趟普吉岛之旅，透露当时顶着30度的高温，忍受着相对匮乏的配套条件，感受着在天之涯、在海之角跋山涉水，就像是婚姻经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，一转眼就是25年的光阴。他还表示，与丈夫相知相惜25年的隐婚真谛，其实就是追求幸福要忍耐，行之苟有恒，久久自芬芳。1960年，沈春华出生于台南县下营乡，他的父亲沈丁旺是台南县下营乡人，母亲沈张金豆是台南县麻豆镇人。两人结婚后生下3女5男，他排行第8，所以从小被称为沈八妹。前不久，他刚从娘家回台北，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，语气紧张地说母亲跌倒，情况很不好，他赶紧帮母亲安排医生。母亲这一跤摔得不轻，赵英脑部出血性中风，住进加护病房，从此不能言语，震撼了沈家子女。情况好转后，住进养护医院，又因为呼吸不顺再度住进医学中心。每2周，沈春华都搭高铁南下，因为心慌意乱，他都要先想好和母亲说话的重点，虽然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听见。最近他凑近母亲的耳朵告诉她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，你人生功课做得非常好，我们做子女的非常感激你。之后他又告诉母亲，我要全心全力照顾你，你绝对不是一个麻烦，我们一起对抗病魔。讲到这儿，他哭得难以遏抑，一再调整心情后，只好讲母亲担忧医药费的好笑故事。他告诉母亲，你不要担心钱，我们有钱，而且有你帮我加油，我的工作也会更顺利。再下一次，他带了观世音菩萨像放在母亲病床头，告诉母亲，如果你怕就念阿弥陀佛，这也是小时候母亲教他的。他相信照顾不只有辛苦，重新凝聚手足之情更是收获。身为妖女的她，深知实际轮班照顾母亲的哥哥们才是辛苦。每次探望完母亲，她都会特意和哥哥们吃饭，彼此聊天打气。她想母亲看到手足之情更加凝聚，一定会很高兴。虽然总是练习再三，但有时她还是会哭得不能言语，讲得断断续续。陪同的小女儿一把推开了她，一副你这个没用的家伙的眼神，帮着她跟外婆说，阿嬷，你要好起来。才小学6年级的女儿跟她说，妈妈，你一定要坚强，阿嬷才有机会好起来。你知道阿嬷最担心的一定是你没办法照顾自己。后来她和女儿约定，如果她又哭了一定要掐她。女儿说，好，我不只会掐你，还会踢你。沈春华叹道，当父母是世界上最不划算的事业了，帮孩子煮面还要费尽苦心不让面糊掉。而母亲当年也是这样对她，初中3年，高中3年，母亲每天都早起为她做热腾腾的便当。她表示，现在怎么对子女就能怎么对父母，而且我们做的远不及万一。曾经她以为为人父母让她学会对人付出，没想到照顾生病的母亲才让她体会到
报恩才是更深的付出。而且如果过去带大八个子女的母亲是为母则强，那么她也要为子女则强，勇于当子女，勇于爱，勇敢承担照顾责任，才能了无遗憾。她回想到母亲是传统妇女，生命依附丈夫，后又全力照顾子女，和自己的生命经验大不相同，但要说母女两人的相似之处，那一定是坚强。她也很感谢生活中碰到的挫折，好在后来她母亲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，她私下一直努力当个浪漫的太太与平凡的妈妈。某日晚间，有记者在威风广场的上海茶楼捕捉到沈春华，当时她正与老公胡振康用餐，记者看她气色相当不错，和老公边吃饭边聊天，似乎也有用餐客人发现她，频频转头确认。不过她非常淡定，不畏惧旁人眼光，席间她接起电话一讲就是20多分钟，老公看似已经习惯了她忙碌的模式，起身到餐厅外逛了一圈后再回座位上等候，脸上也毫无不耐。讲完电话后，她还拿着手机跟老公讨论，不久后两人起身准备离开，结账后她戴起墨镜领头离开了餐厅。对此，沈春华表示自己刚从美国回来，因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念书，让她跟老公面临小孩不在的空巢期，所以他们之前去逛花市，有空也会逛街，重新相处，找到生活中的新火花。记者曾问，进入婚姻又有小孩，不会想到保鲜，是如何让感情细水长流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？沈春华回答称，自己与老公结缘于美国游学，之后会去美国念书也是，因为受到他的鼓励，他自己也是博士，后来为了克服远距离恋爱，他们决定一起共度一生。算算两人的爱情长跑也跑了6-7年，她还表示，其实在丈夫心里，我还是一个蛮单纯天真的女人，在家时我宁愿当小女人，可以完全卸下工作，慵懒地躺在沙发上。几年前她却毅然决然离开熟悉的媒体圈，转战新媒体的挑战。对此她也表示，自己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一般人看见我成功积极的一面，坦白说，其实我心里也有过很慌的时候。他表示，自己如果不跟着变，心里是很容易不安的，因为不知道世界到底怎么了。而如今全身心投入到网络事业中的他，也加入了些许观众们喜欢的元素，亲切自然的播报风格深受观众的喜爱，甚至有老农民将毕生积蓄交给他做善事，只因为一份信任。他转战做起直播节目的主持人，还曾经因为访问数位政委唐凤，现场反应太激烈，一度比预定时间还延长了2个多小时。对此他笑说，我觉得那个实时的反应和现场互动非常有趣。沈春华在事业上勇敢踏出舒适圈，也不再以工作为优先，其实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孩子。我的人生当中似乎不太落实过做一个全职妈妈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因为播报晚间新闻回到家时间都很晚，就是帮孩子牵牵联络簿，自己一直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。当她发现时，才了解到能一起相处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。去年因为女儿到国外留学，她终于能试着当个全职妈妈，每天帮女儿煮饭，等他下课回家，那段时间让他很珍惜，也觉得很宝贵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开明的妈妈，直到有一次，他和先生因为教养问题产生争执，先生对他说，他不是你，我也不希望他是你。一句话如同当头棒喝，把他敲醒。面对孩子，我们往往在无形中产生盲点，认为自己给女儿最好的，但我们经常忘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不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强加在他们身上。然而回顾沈春华的人生经历，不难发现她从未因外在的成功而留恋当下的光环。许多同期的新闻人已不在荧幕前出现，但她的社交网站上
粉丝专页中沈春华 live show 依旧是热门，维持着极高人气，持续关心社会。几十年过去，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变化，他一直都在。在年度读者派对中，他还大方地与读者分享了近年来他人生中的许多重大改变。在事业上勇敢踏出舒适圈，尝试新媒体的挑战，在家庭上不再凡事以工作优先，多享受些陪儿女的亲密时光。至于另一半，他则说不要忍，但要学会让。沈春华有丰富的播报经验，可是近几年他也发觉媒体生态在慢慢改变，因此他也在寻找和粉丝的互动方式。他工作时一向全力以赴，但下班回到家，他也会调适自己的心情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乐于担任母亲和妻子的角色，妥善运用时间。他在受访中被问到老夫老妻生活话题越来越少怎么办时表示，自己和老公也是正在努力找到生活的新火花，像是他做晚饭时请先生试吃看看，给个评价，两人就有共同话题。我觉得还是不要放弃另一半，不然他们很可怜。沈春华认为，对另一半要让不要忍，让是在自己有选择能掌控情况的前提下选择留给对方空间，忍则是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之下的结果。让的心情是坦然，忍的心情是压抑，学着多让另一半，日子才更能和顺。祝愿他们一家今后身体健康，事业顺风顺水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，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，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。